来，先去，慢慢，这儿你直下去。植物啊，干粮器也可以吃啊。那为什么叫刺桐啊？
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哈。这个它的枝干，仔细看那个上面的枝干哈，它有小小的刺，啊、哦，刺筒。那平常刺筒这个是绿色的，其实我们在附近有一种叫黄脉刺筒。什么叫黄脉刺筒？它这上面有一条一条的黄色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介绍到这里，啊，仔细看一下，然后就接受那个张主任的对我们的同安国小。看个三分钟之后就回去你的位置，好，车子的地方哦。不用看了啊，就。